食咯。好啦，所以我先呢年改變，先睇重有少少叫聲。嗱，尤其是咧，我哋呢一年可能會每個人都會遇到一啲批評啦，再離奇啲嘅 comment 都聽過嘅，咁所以。但如果當你很不開心的時候呢就反而就不要看了，因為其實你自己都很清楚究竟自己你不叻啲咩嘛，其實你自己都不用看人哋把口壞字，所以就不如做好自己啦。譬如話上一個表演做得不好的話，我會在下一個表演打他哋臉，即我會做翻極致的好，即希望證明其實我是可以做到的咁樣。我都有不忿的唔係叫到我先講嘅，我都有不忿，我都諗咗一陣嘅。其實我一開始唱歌唔係好得啦，咁我哋跳舞好叻啦，咁其實我個不忿就係好想話俾人聽，其實我都可以唱到歌嘅。咁但係我個人又比較被動啦，唔會好囂張咁同人講，我日日都練歌啊咁樣噶嘛。even 我練了很多，但是到了比賽的時候都還有一個很大的壓力，我自己覺得自己未達到那個要求的部分。 Danny， 我覺得玩過比賽是不瞓咯，即是沒得睡覺。哇好笑啊都是的，即譬如我做完每一個表演呢，即譬如今天不在這裡的呂爵安，他是會很誠實地跟我說，哇你昨天唱得很難聽，即是他會很坦白地說。所以我有時如果我想知道我究竟表演是怎樣，我可能我有時會問他。同埋我覺得我們每一個團員都有一個自己很厲害的東西，其實如果我們自己在表演上面有什麼困惑的時候，其實可以很容易找身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幫助，因為實在大家的範疇太廣闊了。譬如說跳舞不叻的話，可以找很多，譬如說 Long Man、Stanley 啊、皮皮啊，他們都擅長不同的舞種的。我做擅長，我好執嘢啦，佢都叻，清潔啊，做 gym 啊，你好叻啊。五年後的你都仲係獅子座嘅。哇！因為我哋 Mirror 組成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有獨當一面，咁我覺得五年後大家真係企出嚟，每個人彈出嚟都會有佢哋嘅 style 咯，即係一望 Tiger 就知道佢係有型靚仔咁樣。我又想逐個逐個聽你咁樣。繼續啦。Long Man 就係有型。繼續 ，Long Man 就係跳舞好睇同埋勁咯，Danny 就係大隻 ，Ian 就係有才華，Jamie 就係執嘢叻，唔係 Jamie， 我覺得佢好 sexy 嘅，佢可以 sexy 呢個教主就係大咯，力大力。大力跳舞嘅女，大力，唔係，我覺得佢可以做一個超勁嘅跳舞唱嘅人。哦，好，姜圖，姜圖就係超級冠軍啦，超級幽默加挫爆嘅靚仔，我都唔想其他嘢嚟嘅。我都聽完我都好尷尬啫。愛飛，唔知你上咗紅館未咧？紅館見。但我哋繼續一齊咁樣。黐住咁老去，黐住咩嚟？永不解散。